来来，给，杨雪站。我冇什么情况，冇好你查。我先看邮件名单内底吧，好不好？确定是李慧芝店。进来啊！喂，嘿。像这样让人鼻酸的画面，昨天在高雄机场处处可见。38岁罹难者陈正龙的母亲前往澎湖殡仪馆认尸。复兴航空总经理徐以冲赴灵堂与家属会谈，陈妈妈又再度咬舌昏厥。动新闻澎湖报道。